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鸡腿哥哥，今天一样要来分享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的游戏资讯。那这部影片主要想来跟大家聊一下第一期《极限挑战：探雪张辽太史之篇》的最终更新版刷分阵容。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，直接开始吧。这次要介绍刷分阵容，一样是参考自日本 YouTuber 卡图的影片。那会把影片网址发在置顶留言区，建议各位可以去订阅一下。首先是练加成部分，这边非常感谢观众深入所分享的加成，他们的军团锅巴餐酒馆正在招生中，有兴趣的欢迎直接联系他。至于点数不足的玩家们，建议暴击大于攻击力。接着 SP 武将这里必须让张辽一火觉醒，这边相当关键。而点数足够的玩家们也不需要点张辽的攻击力。再来挑战的难度系数是全勾的 170， 然后使用的队友搭配就是画面中这个样子。没有马良的话，袁绍跟王毅有装备换武可以用。魂将部分，左慈、曹操、郭嘉也 OK， 只是成绩都没有马良来得好。至于使用神兵是扇子加葫芦加蜻蜓猴刀，重点发动顺序是按照技能配置释放。接着林琼则是陆蜀主战，搭配白虎酸泥助战，至于没有陆蜀的话，可以替换成灵兔。然后善灵是使用鹤灵来提升稳定性。接着潜能方面，我会直接打在画面中，方便各位暂停复制。重点张辽必须使用跃进羁绊。至于战魂的部分，只有汗血张辽使用弱点突袭，其余的角色都是战役勃发。最后换武方面，我是让大乔、蔡文姬、马良都搭配三开效果，否则成绩会大幅影响。那我自己测试下来最高成绩是755万，总而言之就是要阳寿就对了。最后希望这次影片有帮助到你们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小铃铛，我是鸡腿哥哥，我们下次见。